他握到我的手的时候，然后就一瞬间就是有这样。会紧张吗？一点点小紧张，小紧张。哎，我有一个礼物要送你，维他命 C 啊！你不是刚打疫苗吗？哦，对啊，哦，我打疫苗，对。知道萱萱的时候，他就是很害羞、很紧张，所以我也跟着紧张一起。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太紧张了，然后让他感觉好像也没有放很开。好了，快去停车，等一下见。好，走吧，我们上去。我觉得我们可以点一个这种拼盘。你会吃辣吗？辣我也可以，因为我喜欢吃辣。稍微可以约麻辣，我也喜欢吃麻辣锅。一杯那个巴黎仙女下凡的，这个是有冰块的吗？对，还有冰块。你要去冰吗？我要去冰，我要去冰。嗯，你记得。谢谢。那我想要跟他要个水。哦，好啊。想要喝点水。不好意思啊。那我们离开了，我们可以离开。嗯，小黑，你要去哪里？我去跟他要水。你平常都很早起吗？没有，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我都很晚睡。前几天在半夜三点吧，然后还有一个老师就是密我说，哎、欸，睡了吗？我说当然还没啊。然后他说那方便通电话吗？我说可以啊。大半夜的聊天？对，就没有，就是聊那个作品的东西。然后就很搞笑，没有人那么早睡吧？确实是没有那么早。那我到晚上我都不接人家电话，我都会装死。看人啦。哦，对对对。看人接啊。很好笑。这几天真的很冷哎、欸。比较冷，比较冷会干。我觉得比较冷是起不来吧。感觉是冬眠，我整个人是陷入冬眠期。这是熊的概念。一直睡。我今天脑袋打结的次数非常的多，想说聊一聊，看可不可以就是讲更多话之类的，但好像我都一直在据点他，就不知道为什么他丢问题的时候我特别紧张。就你在25岁的时候，人生有一个24、25这时候有迷惘过吗？一定会有吧，我迷惘是换工作啦。哦，有没有？你不曾因为感情而迷惘？我还蛮活在当下，对。我不太会为了感情就是迷惘什么，好射手，拿得起放得下很快的，就是我会这样砰就很喜欢一个人，但是我会就没了，瞬间就熄灭了。可以加先试先试。刚刚突然自己没有禁爱令。禁爱令哦，他们不希望啦，不希望一人谈恋爱了。那你现在在干嘛？其他恋爱节目。嗯。那个拉丝比赛让我想到那个中午玩那个红线。因为我就真的太想要赢了，你知道吗？然后等我到我的过程的时候，我的额头已经贴在你的额头上面，我想说怎么会这样子？我很好奇，你到底想不想跟我约会？想啊。我每次游戏玩，我都是最想跟你约会，我都是最想跟你约会。真的，嗯，我也是，我也是。是吗？我以为你比较想跟星海，我真的以为，因为你们同住比较多次，玩游戏好像也是蛮默契，所以我那时候会以为，就是你会比较想跟星海。我们真的没有什么机会一组哎、欸，分组就是分不到一起。嗯，那还好，我们最后一次有约到会。哎、欸，真的是好不容易耶，一直都没有分到同队啊，然后是最后一次约会了嘛，算是没有遗憾了吧。我在拉丝哎，哎，我觉得超好吃的，哪一个？还要吃吗？好。
是他讲话也温温的啊，然后步调什么的都是不会太快啊，比较喜欢这种去有去有的感觉。我通常呢都会先试试看这一间的辣椒就是辣不辣这样子，所以我就会先试吃这样子，就这样而已啊。我试试看，可能会有点辣哦。嗯，它蛮辣的。你看它的脸超红，很红吗？他刚刚有先有说他吃大辣，但我不知道他的大辣到什么程度。如果当你男朋友要很会吃辣吗？不用啊，我不会勉强我朋友吃辣，因为我吃的辣我是自己知道，就是别人可能真的没办法，对，所以我都会自己要一个辣椒。看的时候就有被电到了，真的对他有点心动的感觉。因为你会替我高兴，偶尔会为我哭泣，因为你从来不假装，因为你拥有真心，因为你是真的关心，不是客套的回应。喜欢你，没什么特别的原因。应该是弹琴的时候吧，因为那时候靠得很近，瞬间就很害羞这样。我刚已经唱了，我喜欢，没有啦，开玩笑，没有啦。好吃，超好吃的。耶、我们要去吹吹风，去摩天轮。好冷。还是你要穿？你要穿吗？耶、去搭摩天轮喽！上一次坐摩天轮是毕业旅行吧。我在一年多前。一群朋友一起去游乐园玩的时候被拱上去，大家一起坐这样。通常都在摩天轮上面干嘛？我都在闭目养神，因为我巨高。真的？那你还要搭？我可以搭，我只是因为我不喜欢一直看外面，我只看下面。什么意思？别把我玩了！完蛋，你们是会把我玩坏。我真的有点怕。我应该不是只有有点。我应该不是只有有点。上面有紧急的电话出事，要祝你搭乘愉快，谢谢。搭乘不愉快的啊，真的很愉快。哇，是想食天堂哎、欸，嗨。嗯。好可怕啊！你是不是很不自在？好可怕！我是不是很惧高那种？那你还是要搭摩天轮？没有，我有想要搭一般的，我真的可以看地板就好，就现在地板也没得看喽。我不喜欢上面，在上面被风刮，然后摇啊，然后高这件事情是我本来就怕，所以摩天轮这种跟缆车那种，就是在高处会移动那种东西，我是更觉得恐怖。可是我敢坐云霄飞车哎、欸，你敢坐云霄飞车？那你好奇怪哦。我还坐过自由落体，一到上去的时候，我就好高好高，然后下来就好爽这样。拍你现在这个样子好笑。哎、欸，我看到你的镜头，我觉得好可怕。别怕，在坐摩天轮的时候，我叫不要怕，然后你牵起我的手。他握到我的手的时候，然后就一瞬间就是。